式。要不然如果你直接放下来的话，那个你的对手可能直接把脚捞过来，然后你就可能会被跌倒之类的。你要试试看吗？你可以先分解自己一，然后二计算三的时候。对，没错。对，而且就是之后动作会再微调。对，你可以换脚，看你要不要换脚。两只脚就是平均，可以相当。三七一吧。三七一。好，有点疼是吗？再轻一点。好，那就先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？除了这些，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练习正拳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你们会害怕气球吗？反正我们有带一点小游戏啊，就是我们想说，因为刚好练习正拳嘛，然后也练习一阵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大家就来玩个气球击破，让大家有就是更有成就感一点的感觉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进行开始喽。气球击。那我们是没地方玩，没地方玩，每个地方上大学。